考试开始。那武器要废了。要废怎么可能成功？街上那么多乞丐，他们只给光头钱。你看他不好好学习，那么乞丐多惨呀！我马上学习。多谢你教育我儿子，这个创业套路很不错。我要给光头打80分。眼镜，你一个顾客都没有，不及格。别急呀，换新时间到了。这段戏过了，你找来的群演太专业了，下次还和你合作。真是奸商啊！利用学生当群演，不过还是能打90分。此地禁止摆摊，东西没收。哎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只能给光头眼睛你们改为不及格了。不要呀！放屁！别灰心，我把你们的摊位要回来了。你要跟着我干，这个赚钱一起分。啊，金老板。居然空手套白狼，小品，刚才的城管大妈其实是你扮演的吧？这个并不严重，因为人工智能的叛变，把我扔到这个考试是专业的世界，还破坏了我的专业机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够买贵重材料，修复专业机，继续拯救